首先要全身放松，舌顶上颚，用鼻子呼吸。那第一个动作，双掌缓缓向前上方运行的时候是吸气，一直吸到手水平位置的时候把气吐出来。那然后翻掌的时候再吸气，把气吐出来。现在我们学韦陀献杵第二式。双臂打开，尽量外展，架平，让双臂内侧肌肉有拉扯感。双臂打开的同时缓缓吸气，等我完全打开了把气吐出来。